近期，不少来自北方的老年人选择到云南西双版纳康阳旅居，临近西双版纳的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同样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因中老铁路快捷、便利、舒适等特点，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到东南亚旅游已成为当前备受老年人青睐的旅游方式之一。根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统计，今年1月10日至11月25日，中老铁路累计运送中国籍出境旅客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95%。其中60岁以上的银发族出境旅客占比近60%，年龄最大的旅客82岁。我们是从北京过来，也是第一次来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到老挝那边去旅游，这个感觉到是坐中老铁路还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便捷，而且我们到达磨憨口岸以后，我们的这个出境的手续程序也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一路过来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舒适，也是退休了，所以几个朋友也是结伴而行，到这个琅勃拉邦去度个假吧。莫憨边检站还积极为银发族提供代替行李、义务搀扶、轮椅代运等暖心服务，全面加强与旅行社的沟通联系，施行口岸流量适时通报、出入境旅客分类分流、开设潮汐窗口等措施。为切实做好老年人跨境旅游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我们不断优化勤务模式，科学调配警力，增加台外引导警力，开通旅行团专用通道、老年人快捷通道，全力确保老年人跨境游快速、安全、高效通关。莫憨铁路口岸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中老边境，中老铁路由此出境驶向老挝。据莫憨边检站统计，截至11月25日，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送中国籍出境旅游旅客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 100%。运送外国籍入境旅游旅客1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 164%。